展翅飞翔，冠军旗帜旗飘扬。不要忘记了，我们今天主场之后呢，礼拜天在新庄棒球场有一场我们的客队球赛，那下个礼拜呢一样也有在我们陈清武棒球场担任主场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像我们这个礼拜一样呢，一场一场稳扎稳打拿下胜利，也希望每一场的胜利都有你们参与，再次感谢大家今天的莅临，请大家回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哦，谢谢你们，拜拜。那再次感谢所有现场的一号队哦，从我们北中南一起来到紫金湖棒球场，而也谢谢大家留到这么晚的时间，一直不放弃的做同一支最强的后盾，一直帮我们加油到现在，有大家的加油才能今天一起拿下胜利，也希望下礼拜的时候一样在陈清武也有主场赛事，大家可以一起在踊跃进场的为狮子军加油，也谢谢大家今天不畏风雨哦，一起来到陈清武棒球场，那我们下礼拜继续再跟大家再见，也谢谢大家，那记得要先请一起的朋友贵重物品一定要记得做携带，回家的路上一定要小心安全，也谢谢大家，再次感谢大家，那也谢谢我们非常辛苦的 UNI GIRLS， 也谢谢大家，那我们下个礼拜再相见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提醒现场的全飞哦，在离场之前，个人的随身物品记得要带走。那刚刚有一点雨势，所以阶梯顶冲道比较湿滑，请大家在移动的时候务必注意安全，放慢你的脚步，平安的到家。下个礼拜陈清武三场球赛都欢迎大家继续来到现场。我们再给场上辛苦的 UNI GIRLS 还有应援队长 Rob 一个热烈的掌声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